哎，有人敲门，应该是帅大强、康超人他们来的。啊？我看一下。我去！这帅大强、康超人来了。康超人。啊？他们给你送礼物了？对，这个是我送小学同学篮球，这个我让康文帮我拿了一下，这个是送他姐姐的。这样子是吧？对，这么客气啊。太谢谢。嗯，看康文。漂亮了，给你送了两个什么？这叫什么？萝卜爪，萝卜爪子。好的好的，来坐坐坐坐坐，里面坐。哎，黄大仙呢？他好像出差没回来，今天应该。这样子是吧？对。他还没回到杭州吗？哦，这样子是吧？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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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到了杭州。哦，行，来，你们要吃什么自己拿，好吧？嗯。问一下，你们三个寒假作业做完了吗？那必须做完了呀。必须是做完了。必须的呀。那怎么过来玩呢？真的假的？肯定的呀。肯定的是吧？我们学校都需要每天打卡的，当然做完了。这样子是吧？就是啊。哦，那表现还是可以的。好看你们表现这么好的份上，我给你们炸一点这个脆皮炸鸡怎么样？战斧鸡排怎么样 ？OK 吧？你买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？嗯，那我肯定好心的啊。那必须让你吃爽，好不好，帅大侠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桃园四结义干杯呀 ！OK 呀、啊。黄大仙呢？黄大仙哦，桃园三结义，黄大仙还在老家过年呢。还在老家过年啊？嗯、来来，鸡排那个先吃一点啊，行吧？哦，那我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吃大餐。哎呦我的妈！也可以啊，来，那你们碰杯啊，干杯啊，不干杯的，啊？我们上一次拍这个生日视频好像是小杨同学，好像哦，每年都拍的啊、哦。两年半之前。好像每年都拍，那时候那个胖墩墩的那个视频还在不在？忘。那个时候你们，帅大强说要吃什么？忘了。胡椒粉，黄大仙说要是老爹妈那个，对不对？挺搞笑的啊。好，这个先吃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吃蛋糕，好吧？今天是小强同学14岁的生日啊，邀请了帅大侠还有那个康超人，但是那个黄大仙今天是没在杭州啊，那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来，那我们接下去就给小强同学唱生日歌怎么样？不好鼓掌。好，关灯。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感谢帅大侠和康超人啊，还有小强同学的粉丝们，好吧？谢谢。